皇上，你别急着走啊，要是走得太快，小婉跟不上皇上，小婉还得找皇上。哀家发誓，一定会将三阿哥培养成一个伟大卓越的君王。皇帝要让大清强盛无比的伟大抱负将在他的儿子玄烨身上全部实现。周一晚间九点，多情皇妃董小宛精彩完结篇。